之落之落嚟下一首咧，第七首就係《虎門銷煙》，由楊業偉先生同埋何彭何妹小姐，《虎門銷煙》有請兩位。
渐远似驶来，缠着家。
到虎门做什么？我日日在虎门修炼，不时被天地一鬼神被催眠了。如果过到时间，真敢提告啊！妻有娇，身契旧，夫妻各识有诗，何意又有惨？交锋已论照，红颜难入冥光，离夫尽责行。
是鸳鸯半步国取功难，今时君下情妻美调色无限，今日朝来让人西赴，是否有意在其间？这将是日来将偷冤者
萧燕平幽幻，各族兴隆展欢颜，但望世界和平烽火散，人人爱基乐业，福宅万万啊！反亦是人民，照冤合的水分，包一壶烟火高山，百姓声优情感，气杀声谈故事，诗音殿颂老抛弃，是非灵去谁能识？留不干净是亦难。此刻已经被冻。常州自未容犯，江州山西也造反，亡命才了在。